你好，早上好，下午好，晚上好。我是小杨，你是王娟吗？是，我是。不，我不是。你好吗？很好，谢谢。你呢？我也很好。艾米好吗？你妻子好吗？你丈夫好吗？他很好，谢谢。晚安，王娟。再见，小杨。明天见。待会儿见。我必须走了。我能进来吗？请进，请坐。上课时间到了，打开书，翻到第20页。课前我要点名。到，每个人都拿到材料了吗？有不同意见吗？你能再说一遍吗？我讲明白了吗？你能再说一遍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请在离开前把论文交上来。这是什么？那是一本书。这是你的书吗？不，那不是我的书。这是谁的书？那是你的书。还有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一本书吗？不，不是。那是一个手机。它是你的吗？是，是我的。电梯在哪儿？电梯在那儿。这本书是他的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空调。这是你的吗？是的，是我的。我的眼镜在哪儿？你知道我把眼镜放哪儿了吗？在那边，在桌子上。这是你的笔吗？
我在桌下捡的。不是，我的是蓝的。哪个是你的包？大点的那个。你右边的那个。这些书全是你的吗？一部分是我的。你是谁？我是吉姆。那边那个人是谁？他是张先生。那个女孩是学生吗？不，她不是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是个老师。他是干什么的？他是个经理。他一定是个模特，不是吗？我真不知道。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他会是个司机吗？是，我想是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我叫托马斯，就叫我汤姆吧。你姓什么？我姓安妮斯华斯。怎么拼？穿白衣服的那位小姐是谁？你能把我介绍给她吗？罗斯，让我介绍一下我的朋友。这是汤姆，我的同学。很高兴认识你。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。让我自我介绍一下。你好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是星期一。今天几号？今天是2016年7月15号。现在是几月？现在是12月。今年是哪一年？今年是2016年。这周末你干什么？这家店平日是早上9点开门吗？平日上午8点开，但周末9点开。后天你干什么？上上个星期你干了什么？我要工作5天。我已经5年没见你了。
你有计算机吗？是的，我有。他有那本书，是吗？不，他没有。你有兄弟或姐妹吗？没有，我是独生子。你的电脑有调制解调器吗？这儿有洗发水卖吗？你的花园真漂亮。有剩票吗？你有胶水吗？我这里需要一点。我剩下一些。如果你有多的，请给我一点。你拿了我的咖啡吗？是的，我还拿了你的钱包。现在几点？现在两点。现在是五点一刻。现在差十分四点。现在是九点半。现在一点整。还没到四点呢。我的表是两点钟。我的表快了两分钟。你的表几点了？我们必须准时到那儿。只剩两分钟了。你能提前完成工作吗？飞机晚点起飞。会议延期了。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一。今天几号？今天是五月二十一号。你什么时候出生的？我出生在1976年9月1日。什么时候？你定时间吧。我们明天见面。你知道确切日期吗？请核实一下日期。去年这时候你在干什么？折扣销售多久？仅三天。我五天之后回来。你好，我能见王先生吗？你有预约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。是的，约的是下午三点。对不起，王先生现在不能见您。他在打电话。您能在这里等一下吗？您想喝点什么吗？
我喝点茶吧。王先生、杨先生在这里。你可以进去了。真高兴见到你，我的老朋友。这些年你怎么样？你一点也没变。你仍记得那个圣诞节吗？你会说英语吗？会讲一点。你学汉语多久了？他讲西班牙语很流利。你的英语很好。你的日语讲得很好。你的母语是法语吗？我的母语是英语。他带点广东口音。他口音很重。我表达起来有点困难。我常把乌和吁搞混。你能用英文写文章吗？你的发音很好。我该怎样才能提高汉语口语水平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看书。我在做饭。你在看电视吗？是的，我在看五频道。没有，我在听收音机。你去哪儿？我去上班。你在给谁写信？给一个老朋友。这周末你将干什么？我要去听音乐会。我与朋友去郊游。你喜欢旅游吗？是的，我很喜欢。你多大了？我22了。杨先生才40几岁。我比我姐小2岁。我姐比她丈夫大1岁。她是一家中最小的。他看起来比他实际上年轻得多。我20岁来这儿。我6岁开始上学。我父亲已年过60了。他们中大多数不到30岁。我猜他大概30岁。下个月他就满15了。他们将为结婚10周年开个晚会。他毕竟还只是个孩子。每天你几点起床？我通常8点起床。你在哪儿吃午饭？
我在附近一家快餐店吃午饭。你中午吃些什么？我吃了一个汉堡包，一个炸鸡腿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？我8点开始工作。你上班干些什么？我接电话和打字。你什么时候下班？6点。闲暇时你干些什么？我喜欢听流行音乐。我喜欢踢足球。你昨天早上几点起床？7点左右。我听见闹钟了，但我一直到9点才起。我7点醒了，然后马上起床了。我匆忙赶到办公室。我在路上吃的早餐。我刚好赶上。我迟到了5分钟。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一块儿吃了午饭。下午6点我下班了。我留下加了一会儿班。电视节目很无聊，所以我早早睡了。我躺在床上看杂志。我没睡好。我整夜睡得很熟。乔，你好，真是你吗？安，你好，真高兴再次见到你。我整整1年没见你了，但你看起来还是那么漂亮。谢谢，这段时间你好吗？不太糟，但听起来你很难过。是啊，昨天我的猫丢了。听到这消息，我很遗憾。没事儿。最近你看到凯特了吗？没有，我和他没有联系。我听说他上星期结婚了。那真好。对不起，我必须得走了。我也是。再见，记得联系哦。我过去常一大早出去散步。他曾与我是邻居。过去你常和朋友钓鱼吗？我们认识有6年了。自从我上次来这里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。最近你见过张先生吗？他们从去年开始，一直都在做这个项目。我看了一整晚的电视。我们一到那儿，电影就开始了。我到车站时，火车已经开了。
船到晚了，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。我原以为他知道开会时间。他们原本希望我和他们一起去。那是我第三次参观那地方了。我写完论文就把它放在抽屉了。你好，张小姐，你现在住哪儿？我住在淮安街二。淮安街？玛丽不是也住那儿吗？是的，她就住在街对面。你在那儿住多久了？才几个月。玛丽怎么样？她在那儿住多久了？她生下来就住那儿。你会在那儿待很长时间吗？不，我下个月搬到北京去。真的？我也会搬到那儿去。棒极了。我们可以一起喝啤酒了。对，而且你也许会在那儿住久一些。希望如此。我相信我们会很开心的。你去哪儿？你们昨天去哪儿吃的饭？他什么时候来看你？你什么时候买的车？谁告诉你的？谁将陪你去机场？你为什么不同意？干嘛不出去散步？你假期怎么过的？这些日子你怎么样？他在信里说什么了？你打算拿这些书怎么办？我打电话给你时，你在干嘛？我正要出门。你能猜到今天上午我在做什么吗？这座楼有多高？这个大象有多重？你的新衣服是什么颜色的？你的鞋多大尺寸？我弟弟比你妹妹高一倍。我奶奶比我大40岁。这条河只有那条河的1/3长。你的花瓶是什么形状？这座桥有多宽？这儿的冰有多厚？这种金属比那种硬。它跑得和吉姆一样快。凯特比我聪明。你每天看多长时间的电视？你多久去游一次泳？请你帮我开个门好吗？
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请帮我个忙。能请你帮个忙吗？能帮忙移一下冰箱吗？请帮我拿下外套。给我冲杯咖啡好吗？明天要有时间就给我打个电话。您能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这些书吗？当然了。很高兴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正忙着。我很乐意，但我恐怕没时间。能帮我关一下窗户吗？当然可以。对不起，女士，请问邮局在哪里？转弯就是。对不起，火车站怎么走？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第二站下。对不起，第五大街在哪儿？一直往前走，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往左拐。对不起，你能告诉我怎么去胡先生的餐馆吗？往前走约100米，在你左手边，你不会错过的。哪间是杨先生的办公室？2楼201房间。我能用电梯吗？对不起，它坏了，你只能走楼梯了。楼梯在哪里呢？沿着走廊走，在你右手边。感谢你为我指路。你结婚了吗？我现在单身。你有个弟弟，是吗？你的家人怎么样？他和约翰订婚了，结婚了。你们结婚多久了？我们结婚2年了。我父母1954年结婚的。我姐姐上星期做妈妈了。他们已经离婚了。他妻子去年去世了，现在他一个人住。我阿姨会来和我住一些日子。约翰现在有自己的家了。你和你父母住一起吗？不，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。你认识玛丽吗？当然，我们从小学就是朋友了。真的，上周末我才被介绍给他。他现在干些什么呢？他告诉我，他想开公司。开公司？我原以为他会成为一个老师。
人总是在变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毕竟他完全有经商才能，但他没有太多经验。你们俩没怎么联系吗？是的，今年我才给他写过一封信。他呢？去年寄过一张圣诞卡。哦，那可不好。是的，我们应该联系多点。你明天打算什么时候去机场？他回来吃饭吗？我要去书店，你和我去吗？他们将在下周五的会上讨论这个问题。我明天这时候在餐馆等你。到家以后，我会给你打电话。你晚上干什么？我可能会待在家看电视。暑假计划干什么？我在考虑去巴黎旅游。艺术馆将有一次陶瓷展。你还是想当博士，是吗？你会拿这事怎么办？你毕业后想干什么？我想继续深造。你听天气预报了吗？没有，他说什么了？以后几天天气晴朗。可今天还在下雨。天气预报说，今晚雨就会停。晴天以后，天气会怎么样？天气预报说，下个月会有一场暴风雨，并且天气会更冷。我恐怕天不会冷得下雪。我恐怕天不会冷得下雪。但去年下了大雪。是的，但全球变暖会使气温上升。你也许是对的。下个月我去阿尔卑斯山滑雪，我希望那儿天气够冷。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不太舒服。你现在觉得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我病了。他头痛得厉害。我的烧已经退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背疼。可真疼。就这儿疼。在流血呢，你最好找个医生看看这伤口。
快打电话叫医生。吃两片药，好好休息一下。祝你早日恢复健康。每天早上，我8点起床，然后我去洗澡间洗个澡。我洗脸、刷牙、梳头。我化1点妆。我为一家人做早餐。我下楼吃早饭。我边吃早饭边看报纸。我叫醒我妹妹。我给我妹妹穿衣服、洗脸、洗手。10点半到办公室。我7点离开办公室。我想去洗手间。我回家路上买些吃的。我到学校接妹妹。我们10点半睡觉。你对此怎么看？那样对吗？绝对正确。我想你那样不对。这样行吗？挺好的。那太棒了。昨天他没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怎么想？我猜他大概是病了。明天会下雨吗？不，我想不会。你真想知道我怎么想吗？请你给我提些建议。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。明天你打算干什么？下周你干什么？我打算去听音乐会。我想去外婆家。天气允许的话，我想去滑雪。我想我明年完成这个项目。我不知道。由你决定。我想买套房子。你好，杰克。这学期你选什么课？你好，露西，我想选法语和经济。我将选中文和历史。你打算工作吗？是的，我在申请助教的工作。祝你好运。由你决定。你说了算。他坚持说，那没关系。他已决定辞去他的工作。我决定不卖房子了。
我决意要走了。你决定了吗？不，还没有。我改主意了。还没决定。别再犹豫了，请给个明确的答复。挺难做决定的。我总在做出决定，比如戒烟。别犹豫不决。你喜欢旅游吗？是的，我刚从泰国回来。你怎么去的？我坐飞机去的。你去参观了哪些地方？我只有时间去曼谷。你喜欢那儿吗？那儿棒极了。你为什么去那儿？我出差到那儿。你在那儿有朋友吗？是的，很多。你一定玩得很开心。是的，我还照了很多照片。让我看看。你跟我去买东西吗？这是找你的钱。我要到商店买些零碎的东西。打扰一下，您能告诉我黄油在哪儿卖吗？我能看看这块表吗？我能试试吗？这个太小了，有大点的吗？有别的颜色吗？你穿多大号？特别适合你。对于我来说，太贵了。可以再便宜点吗？我买了。这卖多少钱？我该付多少钱？你想吃点什么？你要点菜了吗？我要牛排和面包。你要什么甜点？我要冰淇淋。你要水果吗？是的，我要一个苹果。喝点什么？请来一小杯威士忌。你的菜来了。买单。我能用支票或信用卡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只收现金。给。
找您的钱。我今晚有空，我们去看电影好吗？你知道今天上演什么？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很荣幸。对不起，我有约在先了，再跳一曲好吗？你舞跳得真好。现在八频道播什么节目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以看看电视报。咱们看看有没有别的节目。昨晚你看特别节目了吗？我不想再看这个电视节目了，能换个频道吗？我想看天气预报。我想约个时间见赵女士，她周五和周六有空。对不起，我能周五之前见他吗？让我查查，他周二下午有30分钟。什么时间？4点到4点半。好吧。那么你就那时来，如果来不了，请打电话给我。我今天下午有面试，除星期天外，我都能来。你打电话660-9823就能找到我。他打电话来取消会议，你来之前请打电话，请跟我秘书定个见面时间。我不得不把约会从周一改到周四。你有什么不舒服？你得这病多久了？我看你感冒了，你需要打针。我的病严重吗？我需要住院吗？你看过医生了吗？医生怎么说？杰克病后康复了。医生说，我应该吃药。你吃的是什么药？医生说，我不能吃油腻的东西。我打了一针青霉素，你得做手术。他给我做了 X 光胸透，并量了血压。你好，我找王先生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他不在，
我能替他捎个口信吗？是的，麻烦了。你能接下电话吗？我想打个长途电话。我是玛丽。你能告诉王先生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吗？我一定拨错号了。我打不通。我得挂电话了。你能明天回个电话吗？电话出了点毛病。我试着给你打电话，但老占线。我收到了我表兄的信。我很久没收到他的信了。你到上海以后给我发张明信片。我在信里加了几张照片。他还没有给我回信。我妈给我寄了一个包裹。他离开中国以后，我们用 email 保持联系。别忘了贴邮票。信从北京到美国要多久？你有特快专递。要想快点的话，就发个传真。我妈给我寄了一个包裹，我想她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给我。我在黑板上看到我的名字，肯定有我的汇款。你想发航空信吗？我把信塞进邮局前面的邮筒里。你今晚真是光彩照人。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。我高兴到了极点。晚餐棒极了。圣诞树真美。多么无聊的一场电影啊。他怎么能做这么沉闷乏味的演讲？这些花真香。这次聚会太吵了。你穿这条裙子显得很漂亮。这件外衣不太适合你。他的恭维让我恶心。我们玩得很开心。我们玩得很开心。我无聊死了。此房出售，租金很便宜。我想要有家具的房子。此房出售，房子里有供暖设备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家具？这房子挺旧的，得刷一下才行。我想要一套有两间卧室和
一个厨房的公寓。市区的房子很贵。每个月租金多少？我觉得住在这里像在家里一样，房东太太对我很好。我们有一些厨房用具和一套餐厅设备。厨房里没有煤气灶，但你可以用电炉。浴室里有淋浴器。有一只狗，但是它很安静。房间里有一个很大的壁橱，你可以把你的行李放进去。晚会上你穿什么？我会穿我的蓝色裙子。你不觉得太正式了吗？为什么？你会穿什么？我就穿衬衣和牛仔裤。你应该把你的套装拿去洗烫一下。你最好穿上夹克，外面冷。这件衬衣不再合我身了。我儿子已经长得穿不了这条裤子了。这鞋已经不能穿了。我不喜欢穿制服。宴会前，你想换衣服吗？你的鞋带松了。你忘了系鞋带。取下你的帽子，它不适合你。他是个很有创造力的学生。你说的很有意思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。你抓住了问题的实质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。全班同学正在热烈讨论。我们来看一下赞成和反对的理由。请把你刚才说的总结一下。关于这点，谁还有什么别的要说吗？有谁同意大卫的观点吗？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你的说法吗？这得视情况而定。我想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。每件事都有两面性。最后我们达成了一致。毕业后，我想当记者。如果明天不下雨，我们就去野餐。他一来，我们就告诉他，只要你按时交房租，你就能住这儿。他走时，他会哭一天。他想经商时，就会去经商。如果我今天完成工作，我就会去杭州。
我会工作五年，然后回学校。如果他仍写得这么好的话，他将成为一个作家。我希望他能到机场接我。我在考虑辞职。我打算学摄影。我们周末开个派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肯定会保持单身。他可能会继承父业。我要是待在家里的话，假期会好过得多。自从我上次见到你以后，你都在干什么？如果我昨天钱够的话，我就买那本书了。我想我不应该如此轻易地放弃那次比赛。如果我打的去的话，就不会迟到了。就算再考一次，你也通不过。就算你给了他更多的钱，他也还不清债务。如果你昨天没有出去野餐的话，你会干什么？我真希望我把真相告诉了他。我希望你没有欺骗我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我们就去公园了。如果你没有朝他挥手，他能看见你吗？你本应该更努力地学习。我本想和老师争论那个问题，但我没有足够的勇气。当我的父母去年出国的时候，我本想和我的祖父母住在一起。你最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足球。足球是我最喜欢的。钓鱼和登山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一个都不喜欢。苹果、梨、香蕉，你最喜欢哪个？他疯狂喜欢迈克·乔丹。他讨厌拳击。他厌恶观看拳击。他对服装很有品味。空闲时，你喜欢干什么？我喜欢收集邮票。和咖啡相比，我更喜欢茶。这部电影你最不喜欢什么？我情愿睡觉也不看这部电影。你应该听老师的话。那正是我所期待的。我想可能是这样。是个很好的尝试，但并不完全正确。真是
让人失望。我认为你的外套不值得这么多钱。不要随地吐痰行吗？这只是一个建议，你可以不听。如果你真想听我的意见，我想你不应该辞职。谢谢你的建议，但我得自己想想。他谁的话也不听，你劝他是在浪费时间。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自己拿主意了。你的工作看起来并不令人满意。你怎么想？我大体上同意你的看法。你能替我开门吗？乐意帮忙。你介意开窗吗？一点儿也不。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替我买铅笔。当然。你能借我一点儿钱吗？没问题。你要多少？我希望我没有打扰你。我希望那不会给你添太多麻烦。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我不想麻烦你。对不起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我乐意帮忙。你能替我寄这封信吗？我走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得到银行去取一下钱。旅行支票对于长途旅行很方便。你有什么东西要向海关申报的吗？你必须提前申请签证。个人物品不需要关税。等一个半小时吧，我们还得多准备些事物。我们应该叫贝蒂一起去吗？我按你说的办。您能告诉我问讯处的电话号码吗？你想坐普通车？我买了张卧铺票。你订票了吗？如果不是你提起的话，我肯定想不到。我会去机场送你。